果果二月宣布和范江燕峰的婚讯，日前她进一步表示已经怀孕了，透露宝宝是个女孩，许多粉丝纷纷为她献上祝福。不过范江燕峰却在18日发现确诊新冠肺炎，果果后来也马上做检测，还好显示为阴性，但她仍然进行7天的隔离生活。24日，她亲自在 IG 发文和粉丝报平安，她抛文写下隔离头几天就是小猪循环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偶尔逛逛网拍，偶尔整理家里当运动。而最令她惊讶的是，一直调不好的作息居然因此变得正常了。最后他写道，浮出来报平安，希望大家一切健康。粉丝看到贴文后纷纷留言提醒他要做好防疫，注意身体健康。